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比喻。从前有一个园丁，家庭上场，相公啊，亲爱的，听说夏威夷的风景很不错，要不要带我去溜达一下？别肉麻些行吗？正好最近我心情很不好。葡萄园照顾得又大又好，结出来的果汁酿成的美酒绝对很美的。就你这个管家行吗你？别看我穿得像女生气。其实就是你。其实我是男的，小沈阳都可以那么娘，我穿成这样子不可以吗？好，那老夫信任你一会儿。我就跟我太太去度假了哈，玩好啊，走，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的，才那么，哈哈哈，啊，这个园子终于实现我的，终于属于我的，我呢会用它赚钱，买我想要买的东西，实现我想要实现的欲望，这样子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话说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看这阳光也多么的赞啊！你说我们家葡萄园葡萄成熟了吗？这个，这我还真没想到。谢谢亲爱的提醒。打个电话先啊。那个小凳子、小椅子、小板子，你们把我葡萄园看得怎么样了？马上就去收葡萄了，主人。快点，快点，不要等我的葡萄全部干了，你再把我收进来。什么吃的？酒怎么酿啊？你说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不要生气，我马上就去收好了，给你带过来。要快点，什么酒都不给你工资。好，别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快点，快点，就这样子。好的，好的。葡萄。什么？他们要来送我的葡萄？我还没有这些葡萄赚钱，我连一分钱都没卖出去，我怎么可以还给他们？小的们过来。噔噔噔，看看吗？我们是主人派过来收葡萄的，快开门，我们要收葡萄了。老大，老大，不好啦，咱们早上有人来收葡萄了。快开门，小的们，准备好，这些人怎么说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？快开门，小的们，上。我们的伙伴死的是伤的伤，你说怎么办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们打我的仆人！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老子付你们钱干嘛用的？我勒了去！我们要去报仇，谁要跟我一起去？我要。他们又来了，居然还比前面的人还多。叮咚叮咚，他们难道不怕死吗？在这罪恶的世界里，他们既然活得那么辛苦，还不如趁早送他们上西天，这样说不定他们还能活得比较轻松的。开门开门，我们这帮
小的们该上场了，操起家伙上啊！就这样，仆人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跟上一批的仆人一样。这时，主人公出来了。园子的主人出来了，他吩咐他的儿子：“喂，喂，把我儿子给叫出来，管家。”“哎呀，他们把我仆人全部打死了，这下我只能派出我儿子的秘密武器了。我儿子他都敢打，真是不想活了，是不是儿子？”“是。”周深，去，给他们颜色看看。我就是儿子，我怕谁？拽什么拽？小的们出来，你以为你是他儿子有什么吗？我有这么多人，谁怕谁？不想跟我去杀了。经过了一场大战，他的儿子死了。就这样，这些人又，唉。这样，比喻已经说完了，耶稣又回到了他的那个城堡。我们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神的国要从你们国必从你们国去，赐给让人结出果实的百姓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；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好，站起来接受我。